6月20日，龙台一家亲，两岸欢迎家庭，端午同乐，节俗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州江心公园举行。30余名两岸欢迎家庭代表齐聚，互动交流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。好，送进家，走好，干嘛？立蛋、点雄黄、掷香囊、抛吉祥粽，在活动现场，各类传统端午习俗一应俱全。两岸婚姻家庭代表身着汉服投入其中，感受热闹节日氛围。中华文化呢是博大精深，是我们两岸中国人呢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明的财富。因为今天你也看我穿着汉服，然后来感受这个文化，尤其是我们两岸哈，其实文化都是在一起的，都是同源的，有相同的文化背景。那我今天也很荣幸哈，能带我两个小朋友能感受一下中国最传统的文化。在主办方看来，活动不仅仅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，因为端午也是一个团圆祈福的节日，两岸同胞携手走在一起，也是对两岸一家亲最好的诠释。那我们希望呢，通过这一系列的闽台共有的这传统文化活动啊，来这个让台属们都能感受到我们浓浓的闽台的传统文化的习俗啊，让他更能感受到闽台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亲缘。